你说房子不是你的，那这钱也不是你的了。不是我的，侯处长，这谁呀？这谁把这么多钱放在我们家冰箱里的啊？这谁？这不成心要是？你承认这是你家冰箱了？我一分钱都没花，不敢了。我们家祖祖辈辈都是农民，穷怕了，一分钱都不敢动，全家人。